车。全国投资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飆股投爱车》，我是钟，带你轻松赚大钱。今天呢、是从暴跌到暴涨，我老师今天就震荡有够大的，这么的话我预告我啦。那你有买股票吗？从早盘的暴跌155点，也不能说暴跌，大跌155点，到盘中的暴涨150点，上下300几点啦，震荡大不大？那我们讲。不是，因为老师喜欢吧？哎，因为转播喷出了，老师转播涨停板。我们可以预告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我不是要告诉你说行情怎么样。现在的台北股市它就是多头格局，涨太多它难免就是要休息，对不对？你不用去管外面的风风雨雨、风言风语，你就是要买股票嘛，因为你在一起多头格局嘛。你可以告诉我一下吗？这是多头还是空头？你哪一颗眼睛看到它是空头？好，回过头来，所以你要怎么做？林老师最近震荡很大哦，不小心就大跌或大涨，对不对？那很简单嘛，你把不会飙的股票换到会喷的股票。我再告诉你为什么你要换呢、好不好？要换什么股票？你要买对的股票嘛？什么叫对的股票？老师，你打工啊，公开买丢，爱买丢的，什么是丢的？我叫问你，外股票，我老师，那股票会收下嘛吧？台股暴跌，飙到快气笑。我还没跟你讲，我所罗门呢、我老师所罗门收下啦。哎呀，这摊个手丢金啊嘞，191%呢，这边两倍呢，快两倍。没有改变，老师你们冷杯哦。我现在都不是要跟你讲这些啊，几毛也80几%的嘛，赚了快起笑了嘛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呐、赶快躲立木老师，你来买高空，你买来买个盖小新的，对啊，新的啊，新的，咱讲新的就好啦。两支全部拢种涨停板呐、来，咱来看，先来看这支啦哈。我也没想要现涨停板啦，今天我们老师收下嘛吧。开盘不到一分钟涨停板，太扯了吧！所有买的人全部赚钱啦、4月11号跟你分享合机，赶快来电体验，有没有？你赶紧来，来拢中午。4月11号哇，这集那个时候我给你推荐所罗门的时候，刚好也是三字头跟四字头，前一天三字头，隔天四字头，一不一样？一模一样。一个啥？一个啥？4月12号，老师，你赶快看一下，快往下杀嘞！再杀给你买，后面不用看了。天天狂飙啦！我老师，你的股票谁做三块？才一个多礼拜啊，狂飙51%！想要怎想要我当做你的靠山啊？让我的飙股来当你的靠山。我讲过啊，你要买最会喷的股票，对不对？为什么？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啦，最强的防御就是攻击啦。老师，台北股市涨很多了哦，准备要暴跌了哦，股价又喷出了，又狂飙了。老师，暴跌了嘞，又喷出，老师我的龟趴啦。请问你会不会害怕？一个多礼拜51%赚到快发疯啦，特别他根本变鬼啦。最新的急喷飙股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啦，你有来你都知道啦。老师你买啥？我买这啦，另外一支今天也涨停板，又喷发了。没办法，我真的有这没办法。我说过啊，我只买一种股票。为什么我常常跟你讲说、买对股票天下无敌，躺着都能赢？为什么躺着都能赢？当你还在担心大盘的时候，它早就已经喷出了啦。你买这种股票，根本没烦恼行情嘛，没烦恼台北股市会涨还是会跌嘛，因为最强的防御就是攻击嘛。因为我只买什么股票？最会喷的股票。有没有最会喷？你最清楚啦哈。所有买的全部赚钱哦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哦，所有买的人全部赚钱哦。转市场可能我刚才跟他讲吧，我老师的股票大家都赚不赚钱，没法度，真正没法度。来，我有预告不？我想问你一下，我有预告不？我是讲我有预告不？
我有预告不？4月15号，谁做啥款？哎、欸，我嘛不买上给点啦哈，只要爆量第二次，通常都是要喷出的啦。你去看，你去看集贸啦哈，我给你看集贸啦哈，爆量第二次通常都是要喷出的啦，有没有？后面通常都是喷出啦，一不一样？一不一样？老师，我那种够衰嘞、欸！你给他干小完，隔天暴跌，台北股市暴跌500多点呢、欸。我送给你的票，让你随便买。昨天涨停板，今天呢，一样涨停板。哎呦，拜托老师，要练高明那个涨停板，一样都是我们操作的股票啦。今天全部涨停板，然后无法度啊！老师想下嘛，把你股票那拢全部涨停板。啊，我讲个，这是不是新的？这嘛是新的啊！啊，为什么叫你买新的？因为买新的才会喷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我现在请你来超级喷新霸主？我再强调一遍哈、哦，你今天来了才有，你明天来就没有，就这么简单，这样好不好？今天就是无条件了，反正你今天看到节目有来，通通都有，好不好？超级喷新霸主来电就能体验，开放试试，这样够简单吧？欢迎大家都来当阿雄的见证人，来，怎么见证？见证我们怎么喷的，我们股票怎么喷的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。见证我们的股票怎么喷的，所有买的人全部赚钱。哈哈哈哈！老师，他又不是暴跌吗？没有啊，今天哪有暴跌？今天盘中台盘大跌50点，收盘呢？盘中暴涨将近150点，上下300几点，300多点了、啊。收盘虽然只有涨一，虽然只有涨80-90点了、啊、哈，但是我请问你告诉我，如果台北股市要跌，早就暴跌了，早就跌下去了、啊，早就挂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还要涨上来？昨天为什么还要大涨？这是台北股市暴跌的时候，我怎么告诉你的？我就怕你不大跌而已啊！拜托你，紧来，紧来，紧暴跌，紧暴跌，紧暴跌，因为我要买，因为我要买。呸，他是真的暴跌。你有看过人暴跌，你要拍手放烟火的吗？笑到嘴臭目睭吗？如果你买的股票，如果你买的股票都是这种股票，你会在意大盘大跌吗？我的公子就干单啦。你如果你买的是所罗门，你会管大盘是不是大跌吗？哈，大跌，能不安呢？能不安呢？我讲过了哈，最强的防御就是攻击啦。当你买到的是很会飙的股票，还没让你等到台股爆点，它股价已经飙到外太空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什么买对股票天下无敌，躺着都能赢？你买这种股票真正是，因为老师，哎，太好赚了吧？所以要买什么股票？你最清楚了。我每天讲说你要买最会喷的股票，我一样给你最会喷的股票，下一支最会喷的股票，在哪位？在这，在这，在这。底家小心直接喷到外太空了啊、哦！超级喷新霸主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，今天有来的全部都有，而且只有今天，你不要等到明天，因为我知道他要喷出了啦，可不可以起笑啦？啊，你听我、哦、来，你搞空给两位老师，台北股市跌500点呢，跌快600点了，吓死人了！你有点办宴会，你搁咧买股票？请问你告诉我，我有没有解释很清楚？当所有人都在恐吓你，都在吓你的时候。哎呀，台北股市要崩盘啦、啊！一口气暴跌500多点，我跟你讲怎么样？我跟你解释什么？我说这是短暂的，通常都是投资的最好的机会。我不是跟你讲你要用积极的心态去面对行情吗？如果没有大跌，你有机会吗？所以你要把握每一次的机会啊！请问你有吗？我再拿俄乌战争来跟你解释。我请问一个，俄乌战争打多久了？你还在担心中东冲突，这个会比这个严重吗？这个会比这个严重吗？这打多久了？每天都是飞弹飞过来飞过去，飞一年多了嘞。我请问你告诉我啦，从俄乌战争到现在，全球股市发生什么事情？全世界全部飙翻天啦、啊、哎、欸，无视俄乌战争哎、欸，那我请问各位，我请问你啦。你在怕什么啊？你不放烟火，你不拍手，你不放烟火，你要什么时候拍手放烟火？
你不买股票，你要趁什么时候买？你不趁现在买股票，你要趁什么时候买股票？干不是安内吗？不是，大家自己吓自己，对不对？可是即便是这样子，但是休息的整理，休息整理的时间会拉长，因为这根长黑啦。因为这根长黑总是要修补，你起这嘴啊，你这个长黑，我再强调一遍哦，跟什么战争没有任何关系啦。今天如果因为这个。因为这个事件，导致台北股市暴跌500点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他是真的要休息，他才会应声就反应啦。我你看俄乌战争打多久了？打嘛照每天打，那每天喷，喷到现在都不要外太空去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这一根长黑，他要告诉你是他要休息一段时间啦。他总涨这么多，总是要休息吧？所以震荡一定会很大。哦，那不震荡你有机会吗？今天震荡大不大？我吓死人欸！开盘先往下杀，杀150几点呢？杀完直接拉，先拉150点翻红，再拉150点大涨，所以从大跌150点拉300多点上来，吓死人！还要跌他早跌了，他不会拉个神经病，哎，还拉300点上来给你跑，代表什么？他是多头格局，但是不是说多头格局，他现在就是要又要喷出了，就跟那一个人。走足紧的，无少你摔倒，叫人爬起，搁要继续冲吗？买休困一下嘛。老师，啊，若万一无嘞，直接喷出嘞，那你不是还是要买股票吗？你就买就丢啊嘛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看到未来啦？今仔你看到，赶快搁利空啦，搁惊到要死，对不对？哎呦，老师啊，这哪有人安尼？那这利空的股票，搁全部拢涨停板，我无法度啦。什么鲍尔暗示什么？哦，延长升息啦，哦，美债殖利率狂飙啦，啊，又不是不升息，而且本来就是下半年要升息啦。这我从去年底就跟你讲到现在了，我从年初讲到现在就是下半年，就是下半年。我有哪一天跟你讲说哦，上半年要升息？从来没有欸。鲍尔一席话，再泼冷水要浇冷水，有没有？哦，因为下半，因为哈、哦、啊，哎，显示短期呢下调的几率不大。等到下半年嘛，有没有啊？本来就不是上，本来就是下半年的事了嘛。你降不降那是你家的事。欧洲、英国6月份要降息，预期加深，你不降别人也要降啊，啊，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啊。那我之前就讲过了嘛，你拖得越久，对大盘、对大家、对通常都是最有利，越有利啦。那为什么我之前解释过，我就不要再花时间解释了啦。外银估、哦、美国7月会降息、哦、所以喊股优于债啦，因为近期美国公布的经济数据通通都优于预期啦。那因为经济数据优于预期，它也会影响到通膨一点点，所以通膨好像也会加温一点点啦。啊，你别说只是经济太好啊，所以哦会有通膨的危机，所以不降息，那不是也很好吗？金管会喊话，台股基本面很好，所以要不要买股票？要嘛。哦，揪寿险股周围来买股票，政策做多哦，啊不是揪你啊，哦，直接做给你看。我请问你个说要不要买股票？他又不是神经病，他又不是笨蛋，好几百亿、好几千亿的资金，啊，为什么他敢买？最大咖都敢买股票，你在怕什么？对不对？哦，那为什么他们要买？很简单嘛，我讲过了嘛，钱越来越多嘛，经济越来越好嘛。这骗不了人嘛，不管是经济，不管是钱，通通都一样，资金行情加景气行情。我请问你告诉我，如果既是资金行情又是景气行情，你在担心跌什么？你在担心害怕什么？什么中东冲突跟你有关系吗？你们家隔壁他们家的后生在相打，跟你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哎呀，又爱不倒你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买？上市柜去年获利好到惊死人，史上第三高，今年会不会破纪录？哦，不知道。但是第一季公布的数据好到吓死人，哦，营收好到吓死人，会不会获利也跟着好到吓死人？我们拭目以待。哦，
所有东西都一样啦、哦、你不要等到喷出，哎呦，老师真的获利真的很好啊，真的公布了很好了，那股价早就飙翻天了，对不对？你看我的股票，那吓死人啦，有人安尼啦，台北股市暴跌还狂飙啊，还天天涨停板给你看啊，哎、啊，所有买的人全部赚钱呐、啊。我们会员一大早第一通讯息恭贺阿哥涨停板了啦，好不好？你最清楚嘛，出口创历史同期，出口创同期的历史新高嘛，史上最好啦，这样听有没有、哦啊、所以说呢，好不好？全世界好不好？今年的全球经济成长率 3.2%，比前一年还要好很多了、哦、然后呢跟你讲，因为中东冲突，所以呢预期呢还要再上修 0.1 个百分点。哎，中东冲突带来了负面影响，经济成长率还要上修，为什么要买股票？台湾呢是从 1.5 跳到 3% 以上、哦、有没有 3% 以上？这个都是算好的，我们老师、哦、是财政新内阁就位，企业呢，企业界呢判经济成长率这超过 3.5%， 人家都算好的啦。哎，全球是 3.2、哦、我们预估是 3.5， 那这个数字从哪里来的？我之后再跟你讲啦、哦、那都是有根据的啦、哦、不是随便扯个数字、哦、我们经济成长画大饼，我们的经济成长率要到几%？人家是不会随便喊的啦，哦啊，请问你告诉我好不好？比全球还要好，哦，而且不是好而已哦，是从不好变大好。那我请问你，3%以上嘛，3.5嘛，所以为什么要买股票？哦，过去 AI， 哦，所有会员哦，探个 K 下，然后呢，今年。哦，基本上打开灯光所罗门啊，救门哎！3月20号，你看到新闻，所罗门跳空涨停板，你买得到吗？什么叫做领先全市场？3月18号，新的标股，3月18号，新的标股。3月19号，新的标股，后面不用看，连续十几根涨停板，狂飙将近2倍。请问有没有赚到快发疯？新的啊，新的啊，一样啊，急吗？3月28号，我现在都不翻涨停板了，因为翻那个没意思了，大概是几，每天都算一根两根三根四根，那没有意义了。你什么时候告诉我的啊？买不买得到？可不可以买？不是我现在跟你说，你都跳空涨停板你都买不到，这样也没路用嘛，对不对？3月28号，3月29号根本没人要、哦、连涨都没人要，因为老师啊，因为那个起价慢掉，对不对？啊，后面不用看啦、啊，我不用再翻了啦。后面的从头到尾飙翻天，飙到快起笑，我们老师台股暴跌还在创新高啦。啊，我现在也飙，我嘛不被盖水啦哈。我叫我们又叹气不？赶快所有买的全部赚钱啦，你看我们买啥，我们讲啥的买啥，有没有？那我讲这有没有意义？我再跟你讲说。所罗门已经喷2倍了，新华城2.0的所罗门已经飙2倍啊！请问你会有感觉吗？你不会有感觉啊，因为它已经飙2倍了、啊。你现在买也不是，不买也不是嘛，那怎么办？那怎么办？那你要买新的嘛？你要买新的嘛？我给你新的嘛？你要买新的嘛？我给你新的嘛？一样，所有买的全部赚钱呢、啊。赶快呢、啊！来，你自己看哈、哦，4月11号送给你，你随便买。4月12号再杀给你买，看我跟周浩康老师够看给呢，
更低呢。你后面卖我的更低呢。哦，后面不用看了啊、哦。到今天，我们又赚翻了。我跟他问你一个问题就好了，你敢有来啦？跟你招的时，你敢有来？今天是几乎跳空涨停板的，早盘是有打开的哈、哦。开盘的第一个价位，你看到另外老师开盘，开盘第一个价不是涨停板哦，下一秒才是涨停板哦。你现在买有比较好吗？我每天都跟你讲的话，你要买对股票，你要买对股票，因为你买对股票，天下无敌，躺着都能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什么叫做最强的防御就是攻击？因为我只买最会喷的股票。请问你告诉我，当你买到的是这种股票，当你买的是所罗门，当你买的是是吉茂，当你买的是合基，你去管今天行情是涨还是跌吗？我管你行情涨还是跌，我这个礼拜就是51%、最新的急喷标股，那你再没赚没关系嘛，我一样给你新的股票。今天才有，你今天来的全部都有，欢迎你来当我的见证人。我老师，哎，跟这高盘哦，我气过买后啊，哦，你都可以来，今天都可以来，而且只有今天而已啦哈、哦。超级喷新霸主，就算台股表现不佳，他也要喷，把握又一次翻身翻倍的好机会，小心直接喷到外太空。今天开放试吃，来电就能体验。今天有来的全部都有，这样可不可以？我们老师，给你敢讲新的？他这摆有50几%？我头前跟你讲这個，新的啊，191%，称霸整个台北股市啊！因为我只卖什么股票？因为我只卖什么股票？最会喷的股票了。请问你告诉我，你买这种股票是不是躺着都能赢？是不是躺着都能赢？因为最强的防御就是攻击啊！哎，别别，什么股票？最会喷的股票嘛，是不是最会喷的股票？啊，我就问了，这是不是新的？我已经跟你讲它是新的啦，191%啊。再后来我跟你讲吉茂啊，一样飙翻天啊，一样所有买的全部赚钱啊，赚到落尾还好，拍谁哦？就拍谁哦？我们老师最近新的啊，合基，拍谁？所有买的全部赚钱，那个摊个落尾还一样给你新的。新呢，小心直接喷到外太空。今天来的全部都有，只有今天开放试吃，你要来快紧来好不好？那其他的我就没时间讲了哈。这个来，这嘛是新的啦，拍摄今天嘛涨停板，都一样会员就赚翻了，下一支就是它了，好不好？还没赚的赶快来，超级喷新霸主，今天送给各位，只有今天，只要电话拨得通，直接送给你打电话进广告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迈向20000点新时代，888惊喜价大步向前走，让您金融年一路赚到底。惊喜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是一群共同追求股市决胜大师级的研究团队，从实战中克服人性并战胜主力，我们不断地超越自己，也协助您实践梦想。相信从鼎业开始，我们希望复制一个又一个成功者的故事，而每一个成功者都有一个开始。相信我们的专业，相信自己，您就能找到成功的道路。相信专线02-8511-3366，8511-3366，鼎业投顾。
经台。看全球财经台，除了家中有线电视之外，您还可以这么做：网路影音平台 YouTube， 能上网就能看，而且免费。改变收视习惯，就从全球财经台开始。欢迎到我家现场，还没赚的赶快来，超级喷新霸主给你全新的股票，今天来电就能体验开放试吃，来当阿雄的见证人。为什么是为什么要来？我好利息内所罗门，所罗门狂飙190几%，再来我给你吉茂，吉茂飙翻天，我老子赚到快绩效了。然后呢，最近给你的新的股票合基，最新的吉喷飙股又飙了51%，好可怜时间没搞啊哈，又给你这一档股票，不是也是新的吗？天悦电。哦，自己去买就好。哦，躺着给你买，随便买，刚好隔天暴跌。哦，后面涨停板，今天也是涨停板了、哦，不用看了、啊，作为做老师给他个涨停板了、啊，救人哦，能给你转播个涨停板了、啊。现在买这支，现在来电就能体验开放试吃，只有今天了、哦，今天来的全部都有，只要有来的，只有今天拿到赚到，还没大赚的，赶快来拿这支股票送给各位，祝各位收视率，再见。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